Beato, Beato.抓到了。哇，这只好漂亮哦。你要抓我吗？坐好啊，哈。找到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坐好。哎呦呦，有人在追我。坐好。这个这个。你肚子这么饿啊？找个药。你在干嘛啦？这样很脏哎！涂上去一下下就好了。什么一下下就好了？要涂你不会涂你自己哦。你不要？当然不要。哦。干嘛啦？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要干嘛啦！我现在很多人在追我。你给我把裤子拉链拉下来！我告诉你哦，我真的没有那方面的嗜好哦。你忍耐一下，会有一点点痛。什么有一点点痛？哎呦，我真的不是 gay 嘛！你不要这样子。你不要喷，你喷到我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好恶心的，都是尿。哎呀，你不要再掏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不痛了吧？哦，你是要用尿帮我治疗被蜜蜂蛰到的地方哦？对呀，这招很有用哦。有啦，以前我在课本上面看过，不过比有点比较恶心一点点啦。以前我被蜜蜂叮到啊，都用这招呢。这个人讲话怎么怪怪的？看样子他应该脑袋有点问题。我不如跟他把衣服换过来，说不定可以顺利骗过通理他们。差点又抓到你了！啊，对了，你看我这个白色的衣服好不好看？哇，好好看，好漂亮啊！对哦，啊，你穿那么脏。我跟你换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换？因为你刚刚不是帮我治疗手痛吗？你那么棒，我想要报答你，所以让你漂亮的衣服。而且我们是哥们，哥们，对。什么是哥们啊？哥们就是好朋友、好兄弟的意思啦。好兄弟，好，我跟你换。有救了！哈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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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换，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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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怎么突然打人呢？我们是好朋友，好兄弟，你看。嘿嘿嘿嘿！哎呦，不是了，你看，哈哈，哎呦喂，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了？怎么遇到个神经病，倒霉！哎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找你的啊。找我？你都已经遗弃我了，回头找我干嘛？谁遗弃你啊？是你之前拖我下水的，要不是你那么蛮横无理的话，我也不会弃而不理你啊。一开始是你先动手打人的哦，粗鲁女！你还敢叫我粗鲁女？要不是你先偷亲我，我干嘛动手打你啊？没品男！要跟你讲几百遍，你才会知道，不是嘴巴碰嘴巴就叫做接吻，接吻是要有感情的，好不好？我算了，现在跟你吵这些也没有用了，你赶快回去跟我一起见董事长。不要，我想回去自己会回去，不用你管。我才懒得管你嘞！我是为了糖糖才回来找你的。什么糖糖？反正我就是为了我一个朋友啦。朋友？你还懂什么叫朋友吗？如果你真的在乎朋友，你那个时候会这么做吗？在竹筏上哦，你明明知道我怕水哦，还故意不理我。亏我一开始还把你当成逃难的朋友，你知道被朋友遗弃的感觉有多差吗？就多差，反正你现在跟我回去就对了。我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去哪儿？爸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爸？把带走。是，少爷，回去吧。想不到你还出卖我。不是我，我没有。菲菲，怎么样？我的泰明抓的还不错吧？哦，原来是你弄这么来的。是啊，我帮你个大忙，是不是该请客啦？请客，请你个大头鬼啦！请客，我要被你害死了。儿子啊，你这次开的玩笑是不是有点大？什么叫有点大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存心图我杨绛是不是？今天什么场面？贵宾这么多，所有人看我一个人的笑话。你不要脸，我要脸。婚礼还没有开始，你这个做新郎官的人就不见了。就算那个时候我在留着。婚礼没办法进行了、啊，睡觉你要溜掉，啊？你要躲多久？躲了一辈子都不回来？哪有什么躲啊？我出去透透气而已。透什么气啊，刀姬？这个婚礼对你来讲压力那么大吗？你不想结婚没关系，早点跟我说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有用吗？从小到大不是什么事情你决定就决定了，你说的话不就是圣旨吗？王八蛋！我说一句，你问第一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啊！你不要再打儿子了，陶思，从小到大，妈都站在你这一边，可是这一次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孟欣既温柔又体贴，你这样做，你知道对孟欣的伤害有多大吗？孟欣很好，我知道嘛。可是爱情就不是看条件，是看感觉的、啊。如果我爱她，就算她再怎么坏，在我心里面还是一百分。可是就像现在，我不爱她嘛。他再怎么好，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们两个要是硬结婚，两个人都不好过，因为我是被勉强的，勉强的婚姻怎么会幸福嘛？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大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跟孟欣的婚事决定了，听到没有？我不要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什么事情我再不愿意，我都听你的喽。就感情这件事情，我想自己做主。我不爱孟欣，我不要跟他结婚。这个王八蛋，我今天非打死你！不可能，爹爹，我都打死了，爹爹！做什么？你给我让开！伯父伯母，你们不要再勉强陶思了。他对我没有感觉，是我不够好。没错，就算勉强结婚，也不会得到幸福。孟欣，我愿意解除婚约，你们不要再逼他了。孟欣，孟欣。
只是有点担心你，你可不用。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对不对？今天弄得那么狼狈，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？我刚被人家抛弃，你觉得很开心是不是？木星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再说，我想陶思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其实这是我跟陶思之间的问题，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。再怎么说，你都曾经在我心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虽然现在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。可是难道我连关心你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没有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需要别人的关心。你一定要用态度对我吗？对，这是对我们彼此都最好的相处方式。我不希望我们之间还对对方有无谓的期待。我只希望你快乐，尤其是在离开我之后。我现在很快乐，而且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我想要得到什么。梦欣，你变了，你完全变了，你已经不是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个梦欣。你离开我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。可是为什么你要连自己的家世背景都要隐瞒，欺骗所有的人呢？也许会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可是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也不想撒谎啊，而且我很清楚，撒了一个谎，要用更多的谎来圆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你要一辈子活在谎言里吗？如果一辈子活在谎言里，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那我愿意。既然都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希望你可以如愿得到你所想要的。陆天琪，你答应过我要信守承诺，不可以把我们事情说出去。我希望，放心，答应过你的事，我会说到做到的。教我学会幸福的女孩，你找到幸福了吗？为什么好像怎么样都找不到幸福？为了逼我结婚，我爸爸拿高尔夫球杆打我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很想结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一来到这里，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完全的放松，而且一点压力都没有，眼前的烦恼跟所有的不愉快也好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。这个时候我只要让心在大自然里飞扬，感受那种自由奔放的气息，什么都不必做，什么也不必想。糖醋里脊给我们加菜喽！糖醋里脊，我还不让你变成烤乳猪嘞、啊！烤乳猪，幽默感，幽默感，
你不要生气啊。他不是那个没品男吗？没品男，没品男，对不起啦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名字啊，所以才叫你没品男的。你要干嘛？哦，我是要跟你讲清楚啦，其实你上一次会被董事长抓回去，真的不是我告密的，真的。要不是堂堂吃掉你的结婚戒指会被拿去杀头的话，我也不会去找你啊。就算不是你去通风报信的，也真的是你引来的，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为什么不敢相信我？算了，人已经被抓回来了，说再多也是于事无补。告诉你哦，你跟你的宝贝做给我小心一点，如果被我抓到，我就把你烤来吃。哈，被咬了吧？告诉你，我们两个可不是被吓大的。要是你敢对我堂堂怎样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才不会放过你。谁怕谁啊？欠打的家伙，没品男就是没品男。哎，瑞瑞，怎么啦？你不是说刚解释清楚，怎么吵架啦？跟这种人解释不清楚的啦，耍的跟什么580000一样。人家都说啊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只有他得了便宜还不乖。堂堂，我们不要弄了，戒指不要还给这种人。哎，哎，小时候还没有出国读书以前，我跟他就常常在这里比剑，天启的个性谨慎内敛，相对的我就比较随性浪漫，听说个性往往就是决定一个人一生成败的关键，这或许也是天启从来没有赢过我的原因吧。同事，来吧，今天为什么你要逃婚？为什么所有人都怪我？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伤害孟欣就是你的错。我可能真的伤害了他，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错了。进步咯，我今天一定要赢你。
现在才回来，才七点多而已吧。站住！爸，什么事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。我哪有做什么坏事？还说没有？今天在门口偷亲你的人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有人偷亲我？可是不是在门口，是在厨房上了。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给我跪下！爸，爸，给我跪下！爸，我不是自愿的，我是被偷亲的啦！你再啰嗦，我就杀了你！像你这种不知检点的女儿，我要跟你脱离父女关系。待续。爸，刘瑞，你回来啦？干嘛跪在这里？不是你刚刚自己叫我跪下的吗？有吗？我刚刚边准备晚餐边读书，我哪有叫你跪下？哦，爸，认真念小说内容哦。怎么翻译小说？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啊，大家都笑我笨，所以我要读书，我要认识很多的字，他们就不会笑我了。等爸爸变得很聪明之后，我就可以帮瑞瑞去赚钱了。不用啦，爸，你女儿是大名鼎鼎的超万能哎，你还怕我养不起你吗？不是啦，爸爸是怕我的瑞瑞太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，只要可以每天跟爸爸在一起，要我怎么样都不会觉得辛苦啦。可是瑞瑞打鱼很累，爸爸很笨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爸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只要可以每天看到你健康快乐的，每天跟你相处在一起，每天生活在一起，要我工作再怎么辛苦，我也不会觉得累。妈，我爱你。爸爸也爱瑞瑞啊。瑞瑞不哭，看到瑞瑞哭，爸爸也想哭。爸，不要哭了，你饿不饿？那我去弄晚餐给你吃。下！爸，不要念了啦，你刚刚快吓死我了。哦。爸，煮饭的米酒没了，可不可以帮我买两瓶？好啊，我去买了。嗯，小心点哦。嗯。天琪在怪我什么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怪我？我只是不想跟我不喜欢的人结婚而已。我是怕他受伤哎。每个人都怪我。我警告你哦，我上次是看你年纪大哦，你这次再给我乱来的话，我绝招了。我们不是哥们吗？谁跟你是哥们？上次你打我以后就不是了。我什么时候打你？喂，上次我们一起哈哈哈，你就砰打我，然后我们两个还跑来跑去，你还敢说没有？哈哈哈，有吗？哎。
啊，算了啦，让我走了。喂，干嘛？这是什么？酒啊。酒，我心情不好，给我喝。不行啦，哎，我们是哥们呢。对哈、哦，我们是哥们啊，也不能喝啦，这个用钱买的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有钱，我们喝两瓶，我还你四瓶呢。啊，我就赚两瓶了。赚两瓶呢，给你，我陪你喝。买个米就买这么久，干杯！这个酒好咸哦，料理米酒当然咸啦、啊。哎，啊！我那么开心，我也是。那再喝一点，好。哥们，嗯，我可是我不开心，有好多事情一直压着我，我都快不能够喘气。哥们，看什么东西压着你，我给他搬开。不能搬了，他是我爸爸，没有那么好搬。我不要结婚，他就要我结婚。我不要接他的事业啊，他就要我接他的事业。反正我不要的他都要。明天我们要回台北了，台地又会一直压我，那么压，那就不要给他压，不要回去啊。哪里有那么简单了、啊？简单啦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想回去就回去，不想回去就不要回去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还以为你笨笨的，想不到你比我还聪明。我聪明了，喝一点。只是想知道，你好不好？喝那么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。来，睡这里。嗯，哥们，你欠我四瓶酒，记得哦。晚安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买个东西买那么久了？酒呢？酒，嗯，喝了，喝了，你把两瓶酒喝完了。嗯，我跟我哥们喝的啊。哥们，谁啊？哥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哎。啊，不要管那个，不要管那个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，小心啊！你这样吓到我了。走慢一点。慢一点走。真是的，这里明明这么咸，你也可以喝得完全部。好好喝呢。还是好喝。
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。逃生的孩子怎么搞的？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伯母，你别担心啦，陶思维自己照顾自己，而且农场里安全设施做得很好，他会平安没事的。通了通了，上人手机通了，电话给我。吃了，吃，吃吃吃，吃，吃，哎！喂，爸，陶思，陶思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你昨天跑到哪去了？星球卫，你喝酒了？你不打电话说一声，昨天让大家担心死了。妈，我先去换衣服了。你怎么一回事？不是说好九点回台北的吗？全部人等你一个人，你老大。好了好了，人回来就好了，不要再骂他了嘛，也给他留点面子嘛。他要什么面子？给他面子他也不要啊，把自己搞那么难看，要什么面子？你除了成天给我找麻烦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本事没有？好了好了 ，Daddy 啊，不要生气了嘛，啊 ，Daddy。好了，赶紧换衣服吧，啊。好了 ，Daddy 啊，你用不着那么生气嘛。孩子被你宠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暂时留下来，不想回台北。陶思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要留在农场做什么？我想要留下来想清楚我的未来到底是什么。托尼，停车，停车。陶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上车吧。都给我进来，他二楼叫永远不要回家，听见没有？Tony， 开车。是。去了，太好喽！先生，先生，哎哎哎哎哎，哎大哥，没有同情心嘛？哇塞，没有这么倒霉吧？没有讯号啊！哎，猪肉女，哎，停！梅品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回台北吗？哎，那个说来话长啦，现在我回农场啦。你在干嘛啦？这样很危险哎！你也知道危险，那刚干嘛害我摔倒？
然后怎样？我跟你很熟吗？而且你看清楚，这台什么车？摩托车啊。兵哥，答对了。很抱歉，我这台不是垃圾车，所以没有办法载你哦。你说我是垃圾？如果没这么说，不过你还蛮聪明的嘛。透露个消息给你哦。垃圾车大概再过10分钟就到了，我相信他们很乐意载你的。我是要先走了，拜拜。空气里